哎，你现在有在录影吗？有啊。我可以当一下主播吗？现在我们为你转播的是2打2。哎，谁跟谁一组啊？到现在连组别都还没有分好，就想打球。现在四个人正在努力的分出队来。哎，吉米已经出去了，好，看来吉米跟陈学俊在一组。来分析一下，吉米是一个万能球场跑手，不管到哪里都可以一直跑，就算自己玩也可以跑得很爽。他的队友陈学俊呢，是一个只会上篮的怪咖。哎，现在吉米上篮，哎，没进，托米得到球，哎，回场回场，哎，都不传给队友的，好，没关系，看他自己能不能投进。哎，看来哎二次了吗？对，他二次了，哎。看来，对，哎，看一下重播啊，这个啊，拿到球就不能再运，哎，托米。吉米自己跌倒，技术性犯规，哎，这个不错啊。哎，运动家精神，握手和好。其实他们心里都在干掉对方，干你怎么帮我跌倒呢？哎哎，托米拿到球，回传回传，哎回传，看托米要怎么做攻击呢？不传还是不传？哎，被吉米抄走了。跑跑跑，吉米跑全场，一直跑，不知道要跑去哪里，就是不传球，终于传给陈学俊。哎，看来今天也没有准头，看来今天这一场是一场娱乐效果的球赛，因为队友都互相不传给队友。哎，现在看到的是小静拿着球。小静，哎，进攻，传球被抄，哎，陈学俊，然后，哎，好一个，哎，技术性的上篮，但是没有进，非常可惜。看到我们这位香港来的朋友啊，球也打得还不错，只是就是进不了。哎，吉米对的球。哎，哎，这个这一球呢，不知道是昨天踩的狗屎，还是刚刚踩的狗屎。看到这位香港的朋友喜欢玩别人，也觉得这样子很好笑。吉米拿着球，投篮，哎，好一个！这场比赛继续开始。吉米队拿着球，还有今天漂亮的三分线。哎，陈学俊拿到球，哇靠，这一球非常的厉害，可惜没有进。看 Tommy 怎么发挥他的球，哎，传给小静。小静是一个短程距离的射手，自以为是的传球，结果被抄走。哎。然后陈学俊同学现在在运球，非常漂亮，这个步伐太漂亮了。看他想投篮还是想传球呢？哎，好一个假动作上篮，哎，可惜没进。哎，吉米这球补得太好了，来来，吉米队拿着球，要传球吗？要传球吗？他自己上篮了，打板。可惜，今天投也不是，哎，打手，哎。这个太不专业了啊！这个打球还能比好一个？要投了！哎，好一个上篮！哎呀，太可惜了！看到他帅气的脸庞，运着球。
看来是要自干了。哎，没有传球 ，Jimmy。现在 Jimmy 拿着球，他是要传球还是要自干呢？看来应该是自干。漂亮的三分线，没有进。Yes。夜里面打球不好好打。哎，这球进得太漂亮了，几比几啊，各位？4-21。二一啊，才二一啊。哇，小静同学，哇呀，这个韩国火锅啊！因为刚刚小静中午吃韩国料理，所以这球是韩国火锅，扒得非常漂亮。Tommy， 我操 ，Tommy 同学，差点打到摄影机，但没关系，好球。可惜，可太可惜了。吉米，这个叫投吗？没有进。哎呦！站在场外就好啊。打上摄影机，要煽动一点吗？哎呀，这球漂亮！哎，自以为是的运球，结果没有进。没事没事。压到一点点。很好，这种运动家精神就是自己犯规要自己讲。托米拿到球，哎，洗球。啊，我的。哎。搞咩啊？拉了嘛，三一啊，二一。拉拉来。三一啊，二一啊。看到吉米帅气的投篮，有没有进？没有，没关系。小静同学拿着球，好一个假动作，快冲！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！刚才从陈学俊同学感觉要打人了，要打人了，吉米。漂亮！看要自干，自干，自干，自干！哎呀，这一球真的是万中选一的三分球啊！这一球真的啊！看来他的队友不太想要跟他拍手，但是也是硬拍了一下。OK， 看，长得很好 ，YouTube 见 ，YouTube 见。YouTube